子比较有脑。你没有脑。我有啊，我只是小脑一个大脑。小姐，您要？你操作你来呀。我要啊。那分，他有分，比方说您这个是后期，您按后期，后期。好，您按后期。那是这时候您可以调整自己的水量的加，这里它有五格，就是最强。那按下的话，水就变弱。嗯。按下就您会分头会往前。啊，如果说再按下的话就往上，它有五段。嗯哼。啊，如果说您这是单微调的，那如果说您要移动的话，就是您按最下面一个。看到喷头就会上下移动，就不会停。对。嘿，如果说好了，您可以按停止。嘿，这是后期，那我们现在是前期。前期的位置比较前面。那一样也是。对。等一下哦。强。对，这是最强，然后弱。然后就是下往下，就是往上会往下移动格，就是上，然后再最下面一个是移动。那你摸摸看，水是热的。那我对这个比较有疑问，它到底是哪一个？您要先摸摸看，水是热的，然后变奏也是热的。好，那你先按停止哈。这个是等一下啊。这个是按摩啊，您按下去的时候，它水量会，你比方说您是前或后，然后按摩，等一下等它出来，那您按摩的话，水量会强中弱，强中弱做变化。哦，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，好，那我了解了，会自己强中弱。对，水量现在就是强，现在是弱。好，我把它调成弱了。好，那你按停止。好。再来，这个是暖风。它的暖风不会，这里会出风。它的暖风不会很暖，它是怕说，如果说您吹久的话，可能会太干燥。对。好。可以。好。那再来转过来，第一个这个是变温水，所以它有四段，现在是中，再一下是高热。啊，像夏天不需要灯熄灭，就是不加热。中。然后这个是变作，它现在是中、高跟，这就不加热。然后这个是喷头自己进，就是你使用半个月、一个月，想长按3到5秒钟，按着。对，好，手可以放。那现在它就会自己洗喷头，洗它会洗30秒到1分钟，洗完会自动停止。中。嘿，我再停止一下。它会自动停止。对，它会洗30秒到1分钟，洗完会自动停止。好。等它停止一下。没关系，不用擦，您先生谢谢，不用擦的没关系。您辛苦了，你赶下一趟。介绍完就让你赶下一趟。那你还没吃饭哦。要去吃了。要去吃了就好。好，我想说我准备食物给你。不要不要。那待机2秒是什么？它停止。那待机2秒就是，如果说您早上要上班出门的话，您可以长按待机2秒钟，它会本来是运作，它会跳到这边红灯，它就会类似休眠。休眠的概念。那您那所有的动作按键都不会有动作。等它停止一下。好。对，它休眠。那如果说您要对长按3到5秒钟。对，他现在就进入休眠状态下，待机。按什么就都没有用。对。好。那要叫他醒来的话。就是一样，长按到3到5秒钟。醒来。对。好。那他全机保护1年，所以你1年内有什么使用上说明上任何问题，就赶快拨那个服务站电话。好的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您。等一下，您帮我签个名就好了。